总裁读书会分享大智慧，欢迎各位收看总裁读书会，我是主持人维嘉。财富管理首选首善，本节目是由首善财富管理集团独家冠名播出，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宾巴商学院提供独家学术支持，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现如今呢，如果提起苹果、小米还有土豆，这些可能大家第一时间并不是想的是个农产品，而是一种高科技的产品。那么像我手里拿的这个橘子，大家会想到什么呢？酒店。酒店，没错。其实啊，现在呢，橘子水晶酒店已经是非常知名的全国闻名的酒店了。那么它的 CEO 呢，是即将出场的这位与我们进行读书分享的主讲人。那他呢，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设计师。为什么这么讲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视频了解一下。他是一位连续创业者，创立的公司曾相继卖给了新浪和翼龙。2006年，他再次开启创业征程，创办了橘子水晶酒店。不到10年，他的酒店已遍布全国一二线城市，门店数量近100家。他的酒店被定义为设计师主题酒店，曾获得中国酒店金龙奖的中国最佳设计酒店和中国最佳精品酒店大奖，也曾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2008年度最热门的创业公司之一，美国旅行家杂志评为2008年中国最酷的规模酒店。那么在他的创业之路上，是哪本书给了他深刻的启迪，让他的酒店如此成功？让我们一起来寻找答案。掌声有请本期总裁读书会主讲嘉宾吴海。片子当中呢，我们看到吴海先生在过去一年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忙，要参加电视台的采访，要参加颁奖典礼。但是我们知道您是一个特别崇尚美的人哈，为什么做一个酒店还要把它跟审美联系在一起？因为时代不一样了，现在每个人不是说吃饱喝足就够了，他住一个地方不再是说安全干净就行了，他想体现自己个性嘛。也就是说像您所说的，要走进消费者的内心才了解他们真正的需求哈。那一会儿的这本书可能也跟消费者的内心直接相关，请开始您的总裁说。谢谢。我读大学的时候实际上不爱读书，然后那个时候呢，为了追女孩子嘛，我短跑的其实基本不及格，然后呢，为了追女孩子，我练成了学校的冠军。当然了，我非常享受这过程。当我跑步的时候呢，就是别人跟我一起跑，然后他到我的后面去了，我领先撞线。老实说，这感觉很好。不过呢，就是说，最终呢，我也没有成为女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就是我该读书的时候就这样度过了。后来我工作了，工作之后呢，我就越来越爱读书。其实我做过几家企业，有的呢是卖掉了，比如说有卖给新浪的，有卖给一些投资基金的。越往后呢，我越来越喜欢读书。有些朋友问我，就是说，吴总啊，你为什么要这样读书啊？读书有啥用对你？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有点像这个《阿甘正传》里面阿甘，读书从来没想过为什么。直到前两天呢，这个节目组来找我，说吴总啊，我听说你喜欢读书，我希望呢你能上这个栏目，介绍一本书。我才真正的想了这个问题，认真想了下我到底喜欢读什么书。于是呢找了半天，终于找出这本书来，就是社会心理学的解释水平理论。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事情。在吴海先生推荐的这本社会心理学的解释水平当中，作者分别通过智力研究、社会影响研究、群际关系研究等诸多复杂的层面来对解释水平理论加以定义，这着实有些晦涩难懂。那么我们要怎样更加直观地了解它的深刻含义呢？讲这个心理学这个东西呢，可能有点深奥，是吧？刚开始的时候呢，我是想给大家放一段这个片段，就是一些图片。
当时呢，我在支付宝的时候，我给支付宝讲过一次课，去支付宝，支付宝邀请我讲这个市场营销。当时呢，我上去的时候呢，放了一些图片，就是说这是我们酒店的图片，比如说中间这个叫盗梦女神，是吧？新浮世绘，有各种各样的房间，包括就是说这种红磨坊啊这样的房间。我给他们放完这些图片之后呢，我问一个问题，我说谁想住这样的酒店？对，基本上所有的这个支付宝的员工啊都举起手来，我想住这个酒店。我当时心里在想一个事情，真的是这样吗？你真的会住吗？我又想起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女孩子健身的故事。我知道这个女孩子健身，这里面来的女孩子也不少，对吧？就女孩子健身，当一个女孩子要健身的时候，她会想什么呢？我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一个女孩子决定健身，11月1号是她的生日，生日这一天呢，她说我要健身了，然后呢，我在明年1月1号的时候我开始健身。这时候她想的是什么问题呢？她想的是马甲线，然后呢有这个，等这个夏天的时候我能穿露脐装，然后我减肥体重能减轻多少，然后呢我男朋友怎么看我，女朋友怎么看我，然后万众瞩目的眼光在大街上，她一定想的是这样的问题，对吧？可是另外一个问题是，等到了12月底的时候，真的快要健身的时候，她突然想起来，哎，我当年过生日的时候1个月前我想过说过要去健身。这时候她想什么问题？她想的问题是说，哎，我怎么健身啊？我是要去离家比较近的这个健身房呢，还是去这个公司附近的健身房？我是这个买年卡呢，还是买2年卡？是穿什么样的运动鞋？旁边设备怎么样？然后呢，旁边一块练的人呢是什么样的人？他想的就是特别特别具体的问题。这里面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同样一件事情在别人没有做的时候，当他有一段距离的时候，为什么就是差着就1个月，为什么人的想法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实际上呢，这就会引出另外一个理论，叫做解释水平理论。解释水平理论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一个人决定做一个事的时候，当他跟时间、空间，还有就是社会位置啊这些方面有距离的时候，他想的是一个比较高层次的问题。就刚才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就是橘子水晶酒店，我在这个支付宝讲课的这个例子，实际上呢是同样的一个事情。当大家看到那些漂亮的图片的时候，支付宝的员工他想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呢？他想的就是说，这个地方太漂亮了，这么有设计感，这么有感觉，这么优雅，如果我跟我的女朋友，如果我跟我的男朋友住在这个地方，是多么的浪漫啊！他想的是这样的问题。所以当时呢，因为他没有要去住，他只是看见了，他就举手说我要去住。他真的会去吗？不一定。等他真的要出差的时候，他会想，哎，这个地方是不是符合我的出差标准啊？因为在北京的话呢，这个橘子水晶酒店差不多600-700块钱嘛，一个高端品牌呢将近2000呢，叫 View， 可能这就不在他的这个预算范围之内。他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哎，离我办事的地方近吗？还是远？等等等等，就会变成一个细节的问题。同样一个人，是吧？对于同样一件事情，在不同的时间，他会做出不同的判断。这就是解释水平，就是说你离的这个越近，你想的很多很多问题就变成我怎么来执行这个事儿，就是 how。 当离得比较远的时候，你想的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往往就是一个比较高大上的目标吧。其实刚才我说的解释水平理论呢，比较好的来解释了，就是我在支付宝讲课的时候，大家为什么说哎我想住，我心里在乐，你不一定会住，解释了这个东西。在刚刚的演讲当中，吴海先生用几个生动的事例让我们明白解释水平理论是如何在实际生活当中左右人们的判断和决定的。那么在企业的经营当中，他又是如何通过这本书以及这一理论来一步步走进消费者的内心世界的呢？无论你是做产品，还是说你做市场营销，还是你管理企业，你都是要研究人。所以在这方面呢，我就觉得就是说对人的心理的研究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只有这样你才知道人想要什么，只有这样的话，在你管理企业的时候你才知道员工想要什么。所以呢，我这些年呢花了一些时间看了一些心理方面的书，
其中包括了这个解释水平理论啊，因为我看的原版书比较多，我在国内呢找了一本这个翻译的，叫做《社会心理学解释水平理论》，我觉得呢还可以，就是有时间呢，大家可以去看看这本书，看看有没有用，因为可以实际用得上。反正这些年呢，谢。这些年呢，我读的书呢不算少。其实有时候我也想，人读书这个东西是比较有意思一件事情，就是我记得很多人都有过学英语的经历，是吧？你看看自己的书架子，当年为了学英语堆满了英语书，可是有一个简单的道理，有多少人英语学好了？很少很少。但是有一个特别简单的道理，如果你拿出其中任何三本书，你把它背得滚瓜烂熟，从头到尾背，能倒背如流，你的英语在中国已经无敌了。可是没有人会去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人都有天生的惰性，就是说很多事情他觉得自己很努力，我天天看书，但真的哪本书你真的去看了呢？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同样呢，就是说现在做企业也好，做别的东西啊，人都渴望成功，是吧？渴望成功的时候呢，要付出很多努力，大家都不知道如何成功。最简单一个方法呢，就是说我去看看别人怎么做的，别人怎么成功的，我可以去学，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其实也是一个最懒惰的方法。作为一个热爱读书的人，在对待读书的态度方面，吴海先生有着属于自己的独到见解，而这些见解都产生在阅读了大量书籍的基础之上。那么除了读书态度的转变之外，吴海还在书中找到了哪些重要的启示呢？大概是5-6年前吧，我突然醒悟过来，说我实际上是要卖东西，我是要卖给人。人想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我需要研究人想什么东西。于是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开始看一些书，心理方面的书，所以我读了不少。然后呢，结合这个社会上很多现象，我看到了很多东西，看完之后我觉得真的很有收获。所以今天呢，我在这个场合呢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读书的事情的时候呢，我是想分享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我看的比较多，当然这本书只是其中的这个理论之一，有时间呢大家也可以看看，谢谢大家。总裁读书会分享大智慧，接下来进入书友会的环节。首先呢，让我们介绍一下新来的这位嘉宾，是坐在我旁边的新华社财经频道资深记者赖东阳老师，欢迎您。赖东阳，新华社财经栏目主编，晚间财经报道等节目主持人，长期致力于政治经济观察、资本市场分析、互联网新经济观察。那接下来呢，是我们这个环节的一个固定的一个项目，叫做快问快答。那么接下来呢，我会用1分钟的时间来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吴老师，看看他平时有些什么样的阅读习惯。准备好了吗？好了。好，那开始。您平时都读什么样的书？您的床头放的三本书都是什么？心理学方面的书，经济学人杂志，时代周刊这些东西。那您平时都在什么地方看书？举出三个场合。遛狗的时候。遛狗的时候。然后还有一个呢，我现在坐公交车看书，这样可以给老头老太太让座位。还有一个呢，就是周末的时候我会躺在太阳底下看书。您觉得读书有什么好处？我觉得让自己比较放松，这是第一。第二呢，比较充实嘛。我在干事情，我没闲着。第三呢，确实书上的东西如果认真想的话，真的能帮助你看这个世界，当然能帮助你企业是另外一回事了。最后一个问题是，您觉得赚钱和读书互相干涉干扰吗？没有，没干扰，并且我是觉得就是说，我喜欢读有用的书。所以呢，这些有用的书呢，可以用在工作当中，当然也用在生活当中，这样对自己呢，可能两个方面，生活工作都会有帮助。如果非让人选一个呢？我当然现阶段我会偏向于生活，过去是偏向于工作这样子。好的，1分钟时间到，谢谢您。谢谢你。接下来呢，我们想知道一下这个吴海老师对于您的这种刚才您提到的这本书《社会心理学的解释水平》，您认为这本书当中最吸引您的是什么？就是什么时候您跟这本书有了第一次的一面之缘？这个也是实际上
实际上我看的是一个国外心理方面的书嘛，它里面提到很多理论，所以这些理论呢我觉得比较有意思。您最开始看的是外文版的是吗？啊，对，因为可能国外在这方面的书比较多一点，国内少一点，太专业了嘛。是一个社会心理学，消费者行为社会心理学，它里面会讲了几十个上百个理论，我把其中觉得有意思的理论拿出来，我接着往下这个深入学习嘛，所以就找到了那个这个解释水平理论。嗯，其实这本 Conceptual Level Theory 并不长，所以说在这么薄薄的一个小册子里面，我在看的时候，如果您没有举那样一个例子的话，甚至上我不会想到是一个这么通俗的东西哈。赖东阳看没看过？其实在来这个参加节目之前我还真没看过、嗯、但是要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还特意买了这本书，就是这个吴总啊，推荐这本书《社会心理学的解释水平》。其实像刚才吴总讲到的，说，嗯，如果你给你一个橘子水晶的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画面的时候，问你想不想去住的时候，80%-90%的人说我愿意去住，因为它很漂亮。但是注意了，这个其实仅仅只是说是一种意愿的，就我一种意愿的这个层面。我有这个意愿的层面要变成我的实际行动的话，千万注意了，不是说它能够自然而然就能够变到这个实际的行为的，对吧？其实怎么说呢，心理学方面的东西实际上非常多，这只是其中很小很小的一个分支里面的分支，是吧？比如说女性心理学就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说女性是什么样的。其实我们酒店你可以注意看一下这些房间的设计，刚才那些实际上我的出发点是非常简单，首先要女性喜欢，男人不烦。嗯，因为我们的想法比较简单，就是出行这种东西的，比如您出去玩是吧，跟您爱人啊或者是男朋友也好一起出去玩、嗯、整个过程你可以设想一般都是女主人做主。为什么？这里面有个为什么，就像这样的图片，为什么是女主人做主？从我这个男性的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说我如果去住这个酒店，选了一酒店，我太太要不高兴，她一路给我叨的还不够我烦你选择我掏钱，然后做错选择你不会骂我所以呢这个社会呢，对，一是免责，另外呢这个社会呢，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呢，很多的购买决定或者是说钱可能不一定是女性掏，购买决定实际上女性起的作用非常大、嗯、甚至你买房子到什么地方，不管谁出的钱啊，你的意见非常重要、嗯、你买下一辆车，如果你说哎，我有了孩子怎么办，这孩子装不下，灯他主意就得变了。所以呢这个心理学上面的东西是非常多，这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其实他刚才啊，刚才吴总讲到了那个出行跟家庭出行的时候啊，到底谁是决策者的时候，他其实也运用了这个社会心理学解释水平法、嗯、这里面有一个，他有一个理论叫决策理论，刚好有一个决策理论。其实你作为一个企业的经营者的话，是决策理论，决策理论，你一定要想到，我要打动消费者的话，我到底是针对谁那个角色？比如说一个家庭出行，那个角色做决策的那个人，这个角色是谁？是家里面的那个 wife 是吧？是这个是妻，是你的这个女性。他来做可以看出来吴总既是这个理论家也是实践家哈。对，其实我觉得他把这些东西都已经参透了。我觉得吴总跟其他企业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永远面向的是消费者。其实我们从设计这个角度来说呢比较偏年轻，因为我们投资人其实问过我这个问题，说你们的目标客户群是谁嘛？我也尝试给他们答案，就是我把这个数据库里面，因为我有人的身份证嘛，你登录的时候必须有身份证嘛，入住手，分析出来我渴望他是一个年轻的群体，结果答案不是这样的。最后我发现呢，实际上这样就是，你产品可能是比较年轻，来你这儿住的人的物理的这个年龄不一定年轻，最后我发现他们属于心理年轻，心理年纪比较年轻，就是说我比较时尚，我想与众不同，我想在这个地方表达自己，这样子。那现在我们现场在座的可能有很多40-50岁左右的这个年龄段的人，您怎么用您的这种激情和感染力去吸引他们来住您的酒店呢？我觉得是这样吧，每个人都有一颗年轻的心嘛，嗯，那从他们这个角度来说呢，如何让他这个年轻的心激发出来，只不过是说很多上岁数的人，包括我自己啊，可能快上岁数了，很多东西都会藏起来，你需要挖掘。你就想就是说为什么跳广场舞跟那个时代谁都不愿意抛头露面，为什么现在可以这样，只是说有个机会让他敢这样放开。如果说我们提供一个平台，因为我们这儿40-50岁客人其实挺多的，他之所以来住的话可能是跟孩子
一起出去玩，所以我们需要创造这样的场景，说你来这个地方会是多么的不一样。其实我们除了年轻时尚的一些元素之外，我们可以更多的照顾到一些其他年龄层的这个人群，然后共同来为我们橘子酒店的下一步做个打算。好的，也祝橘子酒店越来越好哈。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呢叫做商学院，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请商学院的几位同学直接面对我们的总裁，跟我们总裁面对面，让强弱互换，逆差问答。好，请提问。吴总好啊。哎，你好。想问您，从您的本心来说，您觉得一个企业比如说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是可以卖出去的，什么样的一种企业是值得这个长久的为它奉献一生呢？我觉得分吧，就是从创始人这个角度来说，我是创始人，我的角色已经变了。如果我是这个经理人，可能我说卖出去卖出去，我的利益最大化就行了。我作为创始人的话呢，首先有感情，对这企业有感情，所以做出一个卖的决定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个事情。第二呢，我要衡量这企业是不是能，我就客观一点，能不能走下去或者走得更大。如果你走不下去，走不了更大，它会死掉，你为什么不卖？所以考虑的因素会比较多。小伙子，我告诉你一句话，巴菲特有一句名言叫做没有谈不成的买卖，只有出不起的价格。好，下一位。吴总你好，我自己也是一个特别喜欢读书的人，但是有的人读书却成了书呆子，有的人却成了成功人士，你是怎么看待死读书和读活书的？你觉得成功和读书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不好说啊，因为这种东西，我曾经有几个朋友 EMBA 的朋友，他是小学毕业然后去了 EMBA， 现在是国内一个大的上市公司。我不认为他肯定是正相关的，但是有绝对的联系不好说。但是呢，他因为他是正相关的，所以呢你读书肯定没坏处，我是这样想的。但是你不能说你读书肯定会成功，你的思维方式，读书会影响你的思维方式，还有这个社会会影响你的思维方式，成长过程。但是一般人的思维方式呢基本是比较固定的，很多东西是怎么说呢，改起来也挺难的。其实一句话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建议你看看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这个就叫高度，他应该去商学院讲课，绝对的。对，吴老师，谢谢老师。好，我们这位。吴总你好，两位老师好。哎，你好。我是好多年前第一次住过咱们橘子水晶酒店之后，我就特别感兴趣，因为我觉得里面的布置啊设计都特别的精致。从那之后我就会比较关注橘子水晶酒店的一些消息。我记得好多年前有一次它被美国的一家杂志评为是当年的中国的最酷的规模酒店，所以我就想请问您，您是如何定义美或者是美的设计的？您怎么样定义和理解它？谢谢您。我再加一句哈，因为他说的已经是10年20年前的事情了，那再往前追的话，那到今天为止您怎么在创新？那时候已经非常酷了，您不能酷20年啊，怎么办？对，我觉得首先从设计这个角度来说呢，设计永远是见仁见智的东西，所以我的态度呢就是说我如何保持我设计的新鲜感，在我设计的时候比如说软装这方面，到时候呢你变得不酷了我可以换掉，而不是说整个停业啊这样的。所以呢就是在设计上刚当初的时候你就要考虑这些东西。第二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不想讨好所有的人，因为设计永远见仁见智，你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本身也是我们的一种态度嘛。你可以喜欢我，你可以不喜欢我。所以呢因为中国市场足够大，我希望我吸引的是喜欢我的人群，你可以不喜欢我。所以这方面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就跟你说的一样，美这东西呢每个人定义不一样，并且社会在发展，可能几年之后就不潮了。但是我觉得从创新这个角度来说呢，实际上设计也好高科技也好，我们不断的在这个行业引进一些新的东西，自己的主意嘛。实际上我们从来不怕别人抄我们，因为我们总是有新的主意出来。我觉得创新这种东西呢是人的一种天生的反应，我不创新别人就会跟我一样，那我就没特点了。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企业里面的基因的一部分。对，谢谢您。谢谢您。好，刚才呢商学院的同学的问题呢非常的犀利，同时呢二位嘉宾的回答和点评呢也非常的精彩哈。可以看到吴海其实在刚才的简短的采访当中呢能够看到他是一个喜欢另辟蹊径的人，但是呢我知道在商海鏖战要想永远制胜的话一定要掌握一些武器，
我们在学这个理论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SWOT， 比如说你的优势劣势还有你的机会风险等等，到全行很清楚。但是吴海不是，他掌握的居然是一个社会心理学的解释水平。这样一个东西经过我们的不断了解之后，发现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走入消费者内心的一个利器。那么我希望他拿着这个利器能够无往不利。总裁读书会分享大智慧，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六同一时间再会。